阿哈记，棒！哦，可恶！希望他不要捡到这黄金，有没有？真的。哦，因为刚刚水流啦，所以可能被绕。哦，哈记，跟谁黄金啊？哈记，有没有看到黄金？哈记，黄金，黄金有，他看到了。你挖的黄金，有一只身高很高的人，他怕。你挖的黄金没捡到，哈记。真的假的？他没有捡到。他没捡到，他掠过了。那蹲屁股，你不捡黄金吗？为什么不捡？他在干嘛？他可能知道我们在看他吧。哦。哦，应该是观众有在讲啊，啊我猜我猜。这样，啊，观众如果说这边得到情报，就不要去其他台正在比赛的人的台，对，不要干扰到他们。主播台可以啊，其他人台就不要。对对对，请来看我们的台，请都来看我们的台。优衣，哎。看看巧克力的装备现在到什么境界？可以。哇，小雨他们玩到钻石啦！哇，对啊，他们的钻石哎、欸！哇，太幸运了吧！真的，我觉得这一张地图的钻石好多、哦，裸钻超级多哎、欸！巧克力的装备到底要出来了没啊？他应该是没有要出了啦，因为三 D 鞋不能干嘛。哦出脚胶了，出脚胶了，出脚胶了。因为他挖到那个了，挖到生怪砖了，哦、生怪砖哎、欸，哦，终于到了吗？哦，是原来是苦力怕生怪砖啊、哦，不是僵尸没有啦，真的有、哦、在上面、啊，上的很漂亮、啊，好多只啊，生了好多只。我觉得塔可以说让他们爆，让他们爆，让他们爆，有没有？爆啦！你挡他们爆，快快再生再生再生，冲进去再生，生啊生肚鱼啊生啊，快生！对，出来！快开箱，快开箱，巧克力，快开箱！开箱，开箱！没事啦，没事啦，不会生的，不要怕，开开开！用小鸡可以帮你挡。先开金苹果，有一颗，哇！先磕一波，哇！他回血啦！赚到了！好，打个666，反正你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666。他就要拿在身上，我觉得他很容易死。真的要拿吗？对啊，他不想吃吗？他血量这样哎、欸，逼不得已吧，而且应该是要先给队友啊。嗯，他可能觉得说，欸、对三颗血量太低。那在哪里啊？他在吃了。哦，他吃了。他怎么都不按牌理出牌呢？这个人。对啊，逻辑完全跟不上他哎、欸！哇，这就是战神。哇哇哇哇哇！来看20，来看20，来看20。啊、算了，等一下，来不及，巧克力酱，等一下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没有人要去打他，没人要去打他、啊。20，你好可怜哦。我知道，这是为什，这是刚刚20发呆，然后不做队友不做事的报应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箭都是刚射的？太惨！哎、欸，还有一只哎、欸，还有一只哎、欸，班长应该没看到这一只，班长旁边一只。我看有没有带到画面。我听到女巫的声音哎、欸，好可爱啊、喔！班长下去，班长下去。啊！补起来了，补起来了！啊！我下面超多只，是他脚，是他脚，是他脚！牛，脚脚，牛好可爱哦！哎，快点收服他！那好，这边好刺激哦！你听到声音就跑了，嗯，听到声音就不要挖，不要挖，不要挖，先清一下一坨。哈哈哈！你看这个，啊！全好像哦。其实我就是那个女巫。这个材质包女巫也很特别哦，干这么丑、啊？什么？都没有斗鱼出来了耶！可恶，他其实有也打不痛了啊，嗯、那些没装的，有装备的都巧克力可能还会受伤一点嘛，可是其他巧克力现在有铁，有那个鞋子的那啊。哎哎哎！谁？阿比他那边已经看，刚刚有掠过那个什么团团跟小雨他们掠过，他有看到他的名条。阿比哦，好看一下绿队。对对对，来这边来這。他现在蹲着在走路，然后巧克力站着在后面晃。哦哦，小雨吗？小雨吗？对，小雨跟团团在前面。打起来了吗？他们要打起来不太好、哦。哎、欸，杜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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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比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不见了。
他刚刚反应慢了一下，可是传进去了。那个剁鱼怎么笨笨的、啊？天哪、啊！那刚咬我咬那么聪明，气死！剁鱼要笨跟聪明的嘛 ？Amigo 材质包吗？还没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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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还没。有的话也是音效包而已啊。对啊，只有音效包。刚刚那个是有个观众做出来，但是只是有改一点点东西就没了。鸟鸟开始放扛下去，靠！放什么？真的假的？扛下去！哎哎，他要损血！哇哇哇！哦，历史历史，应该是历史！哦，压到了，压到了！闪闪吃土哦，吃土了！没带到，刚还在看闪闪哦，气死！气死！七四三 D， 七四升七七耶，三三，你的血量。鸟鸟一放扛下去，然后就有钻石，哇塞！鸟鸟缩在角落了。鸟鸟在哪里开啊？应该在 YT 吧 ？YT 啊。好，我要去听。扛到扛起来。法师的石头破五百了，好刺激呀、啊！好刺激呀、啊！哇，闪闪搞爆了！看， 看来我至少不是雷王候选人啊！你要现在逛街，我看会逛什么时候。天哪，我觉得灰队应该都很安静吧？感觉灰队是超安静的、欸。没有，感觉闪闪跟远远说不定很有话聊。哦，也是的。然后二零最可怜，对。哎、欸，不对啊。哦，闪闪不会做地图哦，会吗？会吗？好像不知道哎、欸。然后如果会的话，哇，三个地图，聊地图，哇哇。然后等一下就做一张地图出来了。对，神奇，怒做一张。哎、欸，怎么刚刚觉得有僵尸？哎、欸，真的鸟鸟，真的是各种盖奇怪的路标哎、嗯，那秋风跑哪去了？好问题，找一下，在地表，那两个队友在地底。天啊！他巨墩墩吊起来了。哦，秋风，小小，没看到铁。来看他们钓鱼，然后有什么成果？秋风，快走，晚上喽！秋风，快跑！夜妹要出来喽！哦，他们在做自动钓鱼机。哇塞，找到路哎，好猛哦！哎，等等。我听到那好似乎是哲平的惨叫，你们看一下。哲平吗？好。哲平对，哲平好像叫了一声，不知道哲平还团团，看一下。好，我看哲平。我看哲平安全，哲平安全。团团，团团，哦，团团他们到那个了，挖到海底那个峡谷了。哦，而且刚刚似乎是可能是前面有可能差点踩到那个吧，差点踩到岩浆筷子。
哦哦，他们在挖那个、啊、挖黑曜石了，黑曜石可能刚差点掉下去，蚊子挖下去，然后没吸到，掉一下。快，赶快剩下有没有河神会掉下来？哇，秋风这边两个都在钓鱼哎！哦，真的，他今天没三个人都在钓鱼哦！天哪，太猛了吧！大家都在钓啊，没一个了。有海豚在钓成团了，自动的呢？海豚在钓成团了，你觉得不需要？红石口袋不需要红石，可是自动钓鱼机不用红石啊？对啊，新版的不用。可是大家都不盖？有啊，那个就只有红队啊，只有没有啊，那个瑶在后面盖一个。嗯，然后那个啊，一选那边也有盖一个，就红石口袋都不盖这样。对，真的。巧克力受伤嘞，应该没啥，应该杜鱼啦。阿克他没哦，我看到瑶了。我知道巧克力不是在跟酷公打架吗？真的假的？他刚不是在保护那个吗？保护阿比。他在打那个酷公，修理他。不是有扣血哦。然后就扣很多了。哎呦！哦不！海豚不要不要！海豚被吸住了，对不对？被烫死了。哇！真是很残忍哎、欸。是很残忍哎、欸，团团哈，见死不救。而且照理说，热气应该是往上，怎么都会吸人呢、啊？嗯，灵魂沙反而会往上。小雨，自己在干嘛？对啊，有需要这样吗？海底迷宫、海底洞、海底道、海底隧道。哦、挖岩浆块。那为什么挖岩浆块啊？可能等一下可以那个吧，铺地面，然后让人家受伤，他们这样想。现在都蛮好安分哦，大家不是在有啦，虽然他们那队在探险，其他人都在钓鱼。汪汪！天哪，这边秋风他们这边两台钓鱼机啊，到底？繁星表示：“我都钓不到鱼，钓了不是，看到鱼又死翘翘了。”哦，哎，观察者上去会有夜魅吗？好像不会。地表上非常的安静。现在时间才55分啊，快了！这10分钟，等晚安。没人捞河豚，没河豚捞吼。哎、欸，可是钓鱼钓得到哎、欸。可是钓鱼钓是死的啊。对啊，没得开。啊，河豚不是海河豚啊，海豚。好。如果捞河豚也可以啊。哇哇，没事。我想说，这个河豚冲进木门里面了。可以现捞一波吗？现捞。没河豚啊。你看，有河豚才有得用啊！那个鱼桶就是额外的，可以把死的变活的啊。是有一个战术的应用。没弄不好是害自己。哇，他们挖的，欸、你看小雨他们挖的东西都飘上来了。所以上面堆垃圾，大家就知道说下面有人了。我在干嘛？